昨天看见 Bridge， 没看见你。啊，我操 ！Bro， 太久没见。好久没见。16年。My God！ 时间机器回去了。怎么样？为什么我来了？哎呀！但之后都没有再见到，就是对。台湾之后，他我一直都没见到 ，Bridge 没有见到几次。想到过去了。You good now, man？ 我操！七年了。说起来感觉没多久，但是想起来我了多少事儿，变化都那么大。人没变，神不变。老弟，你哭了？哇，骄傲！变化好久不见，太想那个了。我说七年了。哇，我从来没来过。来，乔高帮我们照一张相呢。进入你比一个总野，未曾成年人中访谈。你要说真的实话，我觉得那个访谈在我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。而且当时访谈完了之后，就出了你的第一个 cipher。